好，我们上次玩到就是要去什么？就是那个小狐狸的地方，然后这边第三章，这边没语音。这明珠城，那妖族汇聚之处，港口更四通发达，以致过往客商不可尽数。这人一多，也就容易龙蛇混杂，多出是非。看你不是常人，不过在此也好自为之，切莫生事。这边不能对话。奴家小玉拜见前辈，这位是我恩公陆云川。恩公，这位前辈名唤白尘，神通广大，无所不知。不敢当，不过是朋友多，能打听些事罢了。这位大侠是苍山斩妖人吧？在下也是企图，如今云游四处，正在寻找萧王的下落。如阁下愿告知一二，这份人情陆某定当报还。本座与萧王素无瓜葛，你们来这打听，再去找他的晦气，这来龙去脉倒要说来听听。当初萧王在岐山清除异己，奴家的父母也遭了毒手，只有奴家侥幸逃脱。逃下山的途中又被人逮住，幸得恩公出面保全，才得以活命。想不到岐山一事也有我族同胞受害，此事本座可以帮忙，二位不妨在此歇息几日，待我探得消息再做打算。有劳了，感激不尽。几日后，白尘打探到了萧王藏身静云山的信息，二人随即启程前往。怀州师兄现在身手好生了得，云川大师兄若是还在，恐怕也不是你的对手了。哦，我食言了。没关系，你有事找我？有一封师兄的信，是云川师兄寄来的。怀州师弟，为火之萧王在静云山正启程前往，若十天后没有我的音讯，请将随信的法器交给掌门，凭此物可找到当日岐山那只狐妖。师兄，信里都讲了什么呀？云川师兄有难，我得下山一趟，这封信的事你不可告诉任何人。好，师兄路上小心。这里就是静云山了，按前辈的说法，萧王应该就在此处。走吧。OK。先，还不能升级。是辛迪的吗？怎么反击不了？靠腰。
敌人这么多。哦，还会跳跃。是连弯弩啊！敌人太多了吧？有漏网之鱼，抓起来跟萧王邀功。你先躲起来。好。打不死哦，引教位。躲不掉，哎呀，又抓不到那个时机点。打比较顺了哦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不会太早按了。大侠饶命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过我吧。萧王在什么地方？要是让小王知道我管不住嘴，我就小命不保了。在山洞里，在山上的山洞里。具体点，沿着这条山路往前不远，有一棵枯树，那里有西武侯在炼金魄。树旁有条路直通一处巨大的天然洞窟，小王就在那里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求大侠高抬贵手，大恩大德。闭嘴，滚吧。多谢大侠，多谢。小玉，小玉。
OK。且慢，在下赤天，此来不为求战，而是要助阁下铲除萧王。这是演的哪一出戏？并非戏言，萧王过于残暴，招惹太多仇家，如此难以长久。若我取而代之，人的精魄我也不练，从此井水不犯河水，如何？岐山的血债必须血偿，你还有遗言吗？我知道你是苍山派的，岐山一役我没有参与。笑话，我句句属实，若不是有意联手，也不必特来找你，何不听听我的条件？老家伙自岐山得了一件苍山派的法器，就有了护身神力，阁下虽然身手了得，但恐怕伤不得他分毫。接着说。那法器到手时已碎下一块碎片，碎片虽没有神奇之处，却能消解那神力，老家伙对此尚且不知，阁下若愿意联手，我便去把那块碎片偷来。你怎么不自己动手？我若发难，失败便是死路一条，阁下若失败了，我还能再等机会。你倒挺会编排。那我当你答应了。把狐狸放了。阁下的朋友先由我们照管，只要不把我们抖落出去，事后定当毫发无伤的送还。我还以为要跟他打了，结果没有。为什么一直反击不到？哎，有两个。有两个地方哎，要走哪一个？先走上面那个好了。哎，哦，两边都可以走的，对。大侠，是我呀，快来救救我呀！又是你这个道士。哦，好反击哦。
又得陆兄搭救，实在是感激不尽呢、啊。道长怎么会沦落到此？本天师云游至此，不想有一群大妖在此作乱，山村百姓悉数被抓来炼化，吾辈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呀、啊。只是没想到这里妖怪这么厉害，于是。是来不及逃走，才被抓的。是那么回事、啊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请道长带大家先行离开，来路已被我清理。甚好，那我们这边走。保重，陆兄啊，这前方妖魔不容小觑呀、啊，但想来你也不会听劝离开。这此番别过，也许后会无期了。贫道有几句话要说与陆兄。请讲。这是非难辨孰尽知，行止无愧心自持。道长所言极是，陆某铭记于心。保重啊。应该不会吧。吵吵闹闹，还以为来了什么厉害角色，受死！这次好像很难打。金刚锥碎片在此，阁下只当是自己找到的。你和萧王到底什么关系？这不重要，阁下只管放心，咱们在一条船上。那么，静候阁下佳音。文杰师弟曾使用本命法器金刚锥的残片，层面上还蕴含着熟悉的法力，应该有人拿来反制还未被消化炼化的金刚锥。